订阅金发哥，带你开箱更多玩具。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发。上一集已经开箱过自己做的套组器啦。那一个影片呢，跟今天是同样时间拍摄的。那么这一集也是同理的自己做的套组吧。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东西就是这个了。那么呢，开箱之前呢，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我做的这个吧。首先呢，这个迪迦卡就刚刚好啦，复合、闪耀、空中强力这四个 TV 形态就真正刚刚好在一个卡片位置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邪恶迪迦啦，这个邪恶迪迦放在套组吧里面，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咯，在 TV 里面就是黑暗，不管是反派巨人呢，还是那个迪迦的那些形态的话呢，就是放在这里是刚刚好的咯。就是想他在那个套组里面最少也是要一个怪兽啦，而且呢也是要剧透一下那个，如果不要有那种说法的话，我希望呢第六个位置呢就刚刚好放他这个黑暗迪迦啦，这个是刚刚好的一个啦，就是他的位置是刚刚好，就是只是可惜呢最少一个怪兽呢，毕竟加上他那个邪恶迪迦也不是关于到德卡剧情的啦，所以就一定也要有卖一只怪兽是关于到那个德凯剧情，除了套组五以外的奥特六兄弟了。那么首先呢，就先来感应这个 TV 四个形态吧。这个就是迪迦复合型的变身音效，再来呢就是后面的强力型先吧。它这个前摇音虽然和特利迦空中很像，不过呢它的必杀技和发射过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啊。不过再提一下啦，就是现在德凯的这个空中型特利迦卡片的那个发射音效呢，跟那个原本的 High Bar Key 的特利迦空中型的那个发射音效是不一样的，我之后才知道嘞。 OK， 感应完三个基本形态以后呢，就来感应这个 TV 最强形态，虽然到剧场版也是最强的。就可惜这个闪耀迪迦的那个灯啊，光属性是蓝色的啦，哎呀，就可惜啊，这光属性是蓝色的啦，啊，像如果迪迦的是古嘛，古代属性的古，就是黄色咯，啊，就比较符合。可是闪耀迪迦怎么他也不要写一个古嘞？如果是古元素的话，就是又黄色就比较符合嘛，对不对？
又可惜没有咯，就是还是光啊，光又是蓝色的。感应完全部叠加形态之后呢，再来呢，接下来就是这个邪恶叠加。这邪恶迪迦呢的那个叫声跟特利迦的那个空壳喵叫声好像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点听到有点不习惯，不过呢至少是不一样的音效，还蛮新鲜。 OK， 接下来呢感应到这些也是关于迪迦的卡片啊，你们可能就会问啊，诶，关于迪迦的那个卡片不只有五张吗？第六张是那个母体是非亚扎乌鲁斯，但是呢，我没有去做它啦，因为它那个名字全部都是一样，只是前面多加一个妈的而已啊，所以呢，我更好不要做它啦。那么刚刚好呢，我也是有去做那个黑暗的啦，黑暗形态啦，除了黑暗迪迦还有龙卷迪迦这两个出过以外呢，还有多一个就是我自己摸索到的这个爆裂迪迦，那么就来听听看吧。这个黑暗迪迦相对来讲是比较可惜的了，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去做它了，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除了叫声以外啊，变身音效有必杀技都没有了啊，也对啦，毕竟它又不是 UR 版，而且呢在那个剧中很长啊，所以它都基本上都直接忽略掉了啊，不过不用紧。再来呢就是这个龙卷迪迦，OK， 好啦，这个开箱这个套组吧，迪迦套组就这样到这里结束啦。这个黑暗的三个形态呢，虽然没有变身音效啦，就连这个黑暗迪迦必杀技也没有啦，不过至少是剧中也是没有的啦，然后呢，虽然这个黑暗迪迦没有，但是呢，他们三个的叫声啊都是不一样的哦。一开始呢，只有黑暗跟龙卷的时候呢听不出来的，然后之后。感应到这个爆裂的时候听到，诶，这么不一样的，然后之后再仔细听黑暗跟龙卷的时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操，然后重复三声，然后一个是号，重复两声啊，然后这个爆裂呢就是这个嘿嘿嘿的重复两声啊，这是比较明显咯。所以讲呢，这个三个黑暗迪迦的这个三个形态呢，虽然没有变身音效，而且必杀技也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它也是弥补了啦，用了那个叫声来弥补啊，虽然叫声也是一点点的，不过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啦，这个开箱套组八还有套组七的全部开箱都叫到这边结束啦。之前刚出套组七跟八的时候，我很希望他会出那个九咯，套组九就是出那个盖亚套组，全部盖亚都在里面了，盖亚阿古鲁的 V2 形态啊，还有至高形态，然后在旁边加多两只 Deka 的怪兽，怎么知道呢？套组八呢就已经是母体是非亚扎乌鲁斯了，我就想，肯定不可能咯，到那个时候都直接完结了，他会卖呢，也是接下来他会卖的卡片应该都是那个
在十玩或者街机啊，就是这样子了。套组啊，这种套组 set 啊，它不会再卖了的了。嗯，哎，所以就很可惜啦。就是套组九，嗯，应该就是要盖亚才对的嘛。你们想看吗？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就自己做咯，自己做一个套组九开箱啊。这个远古都还没有卖的嘞，半代都还没有出的嘞，我就给我卖的了。喜欢我那里面的话，就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订阅了，不要记得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次更新你们也不会错过。喜欢我自己开箱的话呢，就去我的这个等下结尾的这个播放列表这里，嗯，开箱播放列表看我的开箱吧。嗯，我的那个开箱有很多个的，不要再嗯了。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那么就来听听看吧。然后在外面鸟可以点不点吗？